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松。现在是晚上六点，刚下班，我在工厂那边走回宿舍的路上，然后我发现路边有一个关公，还有财神爷都丢在路上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怎么回事。在我身后，我在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，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。我在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觉你也心痛，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